已经跑到另外一头了，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哦。今天是不是有小，就是有一些好朋友来站台？听说好像是高兴的朋友。我的朋友吗？谁？谁会来？要装一下吗？啊，要有个 surprise 彩蛋嘛，我们看电影都有彩蛋，看签唱会一定要有彩蛋，对不对？好，我们来欢迎到的是 A Team 的好朋友小玉还有笑笑来献花。哇，真的是友情力挺哎！嗨，小玉。而且，我嘞，这太吵了，这个。好了，我们献花的这个官方动作还是要给他做一下的，对不对？拍个照吗？那我要献花了，献花。那要献了吗？好，我们就是这个瞬间来拍个照，好不好 ？OK。刚拍照对不对？那我要在晨曦前面。旁边啊，这样。好，让我们的摄影大哥来拍一下照。到底你们是怎么样结识彼此的呢？感觉是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朋友？就我之前其实应该大家都看影片才知道叫这个 A Team 吧，这个 A Team。什么话？就是我之前有拍一个影片，然后因为他跟高兴跟我是以前是同一个公司的练习生，然后就对，你帮我拍哪？哦对啊，哦还有一个笑笑啊，还有不是？那你就跟他拍片就好了，啊以后就跟晨曦啊笑笑，感觉不会红啊，对不对？那我想问。我想问小玉，他根本就是来 diss 的，小玉来站台。对啊，你有打算要加 rating 吗？我为什么？对啊，就感觉好像。可是我很红啊，没想到，太需要是不是？没有，今天砸场子。来 diss A Team 一下。有很多人都到现在都还以为小玉是我们的团员。看不出来吗？你看这么合逻辑，你看这高度这样，大大大大大，然后这样大，超像的啊！啊，吵死了！没有，是影片把你拍高了。不会啦，反正这粉丝数量就先赢一大段了，对不对？是啊，其实我今天才听到说，原来还有人以为我是 A Team， 有吗？很多人都以为，真的？台下没有吧？台下有人应该没有啦。我是说有一些留言啦，这也很明显的分出来，这边应该是 A Team 啊，然后这边应该是小玉，小玉跟小黑，是吗？是吗？啊！你们等下就在那边械斗打群架就好了，看谁赢。还是只有前排是 A Team， 后面都是小雨跟小小。哦，对啊。好了，没有啦。但是现场呢，其实我们小雨笑笑今天特别来力挺嘛，就看得出来，其实大家都是好朋友，对不对？而且刚才还有献花的这个动作。好了，那大家想不想？听说好像小雨跟笑笑呢，要快要发片了，是不是？对，有吗？有这回事？我啦。笑笑，笑笑，没有，笑笑，笑笑在偷笑，笑笑在偷笑，对啊，可以抱一下吗？可以抱一下哦。又妍修又晨曦，是不是夹在中间？对，我好开心啊，我一个小女星。我有看到你们出的 cover， 其实是认真是厉害版的。那你说我有出过什么 cover？ 那个就那首，我们那首，拿手，我说刚好把这样讲，现在这样，不要，不要。笑笑嘞，笑笑，你被踢腿？对啊，就是老板有钱，然后就把我踢腿。哦，对啊，他现在是老板，他现在收入很高。现在 CEO 嘛，对。我也好想用那个洗一下澡的感觉。现在就是要学习下心。对对对对。你以为比较高就了不起啊？你这样啊，你这样啊，新台币洗澡是吗？好了好了，那也希望说你之后可以发片还蛮成功。然后今天是不是以后要请 A Team 来站台 diss 你？换一下。未来啊，如果未来就是真的出得成再说。好了，我们要谢谢今天小玉还有笑笑来到现场来站台。如果说我们现场平面的话，想要访问他们的话，也可以洽询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好不好？因为今天想必很多粉丝应该都是为了他们两个来的，对不对？好，不要再以为是啦，也不是。你看小玉，但小玉，等一下我下台，你们就跟我一起到那边后面，可能鸟兽散，然后只剩记者，没有人。好了，我们要谢谢小玉还有笑笑，谢谢。圆梦的感觉。我们刚刚有献花，右边。
好奇，到底小玉跟笑笑的关系是？就同事啊。哦，同事还是情侣？就是今天大家辛苦了，拜拜。不过我刚才看到笑笑就是往晨曦啊，还有研修那边靠，我觉得你们应该只是好朋友，对不对？对哈。这个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是钱跟钱之间的关系。那、啊、可是你现在都一早把人家踢开了、啊。没有啦，还可以赚，还是可以利用一下，还是可以抹净，对不对？对，没错。哦，那你怎么特别问这个问题是为了什么？因为我觉得台底下应该蛮多人都很好奇你们两个之间不错秘密的关系。应该是你个人私底下，应该是你想搞我吧？今天是你想搞我吧？你说是不是想搞我？你说是不是想搞我？好，但是至少我们知道的只是朋友，是不是纯朋友？是不是？对。哦，好了好了，44厘米的安全距离嘛，有没有看到？就示范了一下给大家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是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小玉跟笑笑。哦，现在还靠在高兴旁边。谢谢两位，稍微休息一下。